在热带亚洲的连绵高山上居住着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以花叶果为食，在悬崖峭壁间生活了300多万年。小公猴伊伊在这一年降生，他和另外五位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共同分享一位生父的宠爱和六位母亲的照顾。中国广西崇左秀美巍峨的喀斯特地貌是他们美丽的家园。伊伊的同胞只有700多个，比大熊猫还要稀少，是世界濒危的灵长类珍稀动物。曾研究野生大熊猫的著名动物学家、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潘文石，在1996年11月带着他的研究队伍来到这里，建立了北京大学崇左生物多样性研究基地，对白头叶猴进行研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部，我想应该算部落文化。我们整个文化的起源，就是说人们啊生活在一个贫穷的小山村，而没有东西吃了。后来这些孩子为了照顾父母能吃饱，自己跑到山里去吃野果，慢慢变成白头叶猴。所以他们就说啊，白头叶猴就是人类的孩子。那我说，那今天的人类那就是白头叶猴的孩子。所以这个地方反映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是那么密切。因为白头叶猴啊不跟人争食，而白头叶猴就像孩子照顾老人一样照顾人类，自己吃野树叶啊，吃野花，吃野果。所以这样的当地老百姓啊特别喜欢他们，把他们叫孩子。回来啊，那些老太太说孩子啊孩子啊，都叫他叫孩子。伊伊家是潘文石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多年来一直观察的种群之一。从伊伊诞生那一天起，潘教授便开始了对这群白头叶猴的观察。一天，一只外来的年轻而强壮的公猴突袭了伊伊的家。伊伊的父亲在厮杀中落败，只得带着伊伊和他稍大的兄弟姐妹离开。那一年伊伊4岁。在接下来的2年里，潘教授和他的学生们发现，跟随父亲的伊伊成年后并没有去开辟势力范围建立自己的家庭，而是一直留在父亲身边帮父亲照顾弟弟妹妹。到了2000年，潘文石教授为这个行为命名为武警贡酒特约之锵锵三人行。